我们可以一起逃出去的，但这是女真的就是她、欸，所以他们是拿自己的女儿来开玩笑的。这一刀了结不是比较快，她不想死吧？我觉得多少也有她不想死的感觉。有看到人填吗？有，我有看到。哎呦，误杀，啊，误杀，恭维啊，出来啊！哦，不是跑很快。 不要冲动哦！他这是速度比较快，是在干嘛的？没有，只要躲进去里面，他们就不会来追你了。这跟木棍其实没关系，至少比勒科马那个好。勒科马的话比较麻烦，是你躲进去，只要在他面前躲，他还是会追你。那这个反过来。 这个是你只要躲在里面监视虫哦。哦，他们是被关注的混沌仆役，所以正常来说应该像刚刚那样子被关注的。可是，哎，这不是一开始追我们那两只吗？一开始的时候，好啊，再见。地上好多蟑螂，你为什么不抓要抓我？ 被大叔亲了，这次不是被强暴了，没有错啦，烦死人了。这次的这个速度比较快，哦，又有监视的在那边看，哇塞啦！ 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我看你啊，刚刚不是没有吗？这游戏看不懂剧情，我目前也看不太懂。Q看看晚上好哦，我目前也看不太懂。现在整体来说，目前我大概有个猜测是，他父母正在做一个有关于战争侍女的实验，然后他的女儿克莉是被战争侍女选上的人，或者是他就直接拿女儿做实验。 那如果没有药的情况下，他女儿是会随时发狂，就被战争侍女附身之类的。对，然后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实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们绑起来的那些人全部都跑出来。一下地变鬼，也变鬼，应该说从头到尾都说姐姐有鬼，心里有鬼，真的是字面上意思，心里有鬼。 然后弟弟那个鬼，就是，应该说从中塔那边，从塔那附近出来之后，那这已经变得有点类似他弟弟，他产生某些幻觉，来让他那个搞不清楚到底是弟弟是来追杀他的。我在想啊，我的理解是这样啊，因为你看他每过一个地图的时候，身上就会有这个血痕。 你讲的误杀杀，可以把剑刀打开吗？目前应该是没办法。玩弄就应该把他的手上拿到扯掉四肢，看那个不是玩弄啊！哦，哦吼，哦吼，我在哪里？ 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寒冰王座是这样诞生的。好吧，我没有玩魔兽争霸，我不知道。啊，我带满了。我好哦，是怎样？
应该这样讲啊，其实很多名字我大多都有印象，就只要有来，我大部分都有印象。那黄色的好像之前没出场过哎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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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12分钟，我现在是玩光明模式，不是黑暗跟混沌哦，什么奖牌通通没有。Dad， 第五章，爸爸。Dad， no， why did things have to end like this？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？Mansion key， I can use this to open that door in the main hall。可以用它打开大厅那扇门。Hang on, Mom. We'll escape from this place together. 我们一定会一起逃出去。The Chaos Servants, I've been cornered. 这下面看到执照不能被抓，拿电锯追我，干，没退路了。我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。哦吼，蛋嘞！那瞎情形，把我做娃娃，敌人跑超快的。其实后来看起来还好，今天吸收了混沌仆役的法力，但他在这过程中死去，项目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一旦转换装置完成，会吸收克利的混沌法力来救他。为了我亲爱孩子，必须牺牲一切。爸爸也没作用啊，爸爸就只是。出来，躺在那边，真的躺着转呢。被混沌杀了，他爸应该是被混沌杀掉的。他妈妈好像在，他爸妈妈好像在做什么实验，是要把拯救克利的实验吧？跟之前妈妈一样当背景。哦，哦，原来是老布啊、哦！没有击退啊，还在啊。妈妈非常恐怖，我能想象。来吧，老妈，我们来投怀送抱一下吧。跑哦！老妈，你想抓我吗？你还太嫩了。啊哈哈哈哈！不像轻轨。他眼睛扒掉了，所以他没办法看到了。我干！哦吼！啊！这次不是背景，对啊，那么近耳朵听不到。他有听到，来不及反应回来啊！那是因为我跑太快了。对，看好、哦。懂不懂？这叫什么操？真操作，懂不懂？啊哈哈啊！看不到靠听，听不到靠气流。Enough experiments for today. It's too dangerous to continue.今天的实验就到这吧，继续进行太危险了。他老妈现在接近疯狂状态。更多的混沌魔力还能吸收更多。She's lost consciousness. 她失去意识。女仆这啥？没有，这是另外一个女仆。这个是最一开始出现的女仆，刚刚那一个是另外一些女仆。因为我们遇到文盲托。Master, you two should get some rest.Let me take care of the mistress. 主人，你应该休息一下，让我来照顾女主人吧。该不会就他搞的吧？Very well. 好吧，我觉得就是他搞的，怎么办 ？Master, do you have any regrets? 你后悔过吗，主人？这女仆有问题，我也觉得。What are you saying? 在说什么 ？This marriage, I mean, mistress is cursed with chaos mana, and Clea, her powers could spell our doom.我的意思是，是否对这段婚姻感到后悔？女主人被混沌魔力诅咒，而克利他力量迟早会毁了我们。Focus on yourself, Florine. 趁机下手，然后上位。
刚刚你自己也是弗洛里，请原谅我，主人。